情封控下，药物资没粮食的影片不断流出，不过中国封城的地方却是越来越多，包括上海奉贤、浦东、嘉定等区先前再公告要全域静态管理，江苏苏州、张家港实施小区一门一岗非必要不流动，昆山、太仓实施静态管理。让我是什么生活感动的，让我生活感动的，真把你辛苦了。解封遥遥无期，却又有更多城市变相封城。安徽芜湖市喊出17号凌晨4点起开始静态管理，大批民众赶忙连夜购买囤菜。同时，安徽霍邱、青海西宁也都进行静态管理。陕西西安则是16号开始4天临时社会面管控措施，人员足不出户变成半封城。网上传吉林省流出一份内部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文件，里面提到以后封城不再提前通知，直接封城，避免人员抢购造成密切接触，让网友傻眼。还有吉林网友周六在微博上表示，什么时候解封仍然没消息，更坦言对词汇能力的理解下降，什么严控、管控、封控、静态管理、闭环管理、社会面清零、清仓，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又有什么新词出现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简、曾新敏整理报道。